次片 RB 九十分钟内有在第四站的撞车片段。第一名 Alex 进站的时候，什么限速30，赶快降档。然后就在 pit 里面转圈圈了，还有十圈。第九名接在 Alex 后面，小鹿也来到了进站这里，满满的油没有进站需求，小鹿来一个漂亮的甩尾，结果就这么滑进了 pit。Yeah， 而全先倒车的状态，只好开进去了。可以看到 Alex 停在那边正在进补给中。哎，小鹿为什么又停下来补给呢？而且还没有停好，又旋转了，还倒车回来。太棒了！啊，这不对。然后坚持进站，是没有换到轮胎吗？没有啊，把油加满。意义不明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哎？第八名，比赛接近尾声，第70圈，我跟在翔哥后面，总算快要追上翔哥了。在最后一刻进入内线，结果两台车碰在一起，旋转，翔哥先转回来就先开走了，让我丧失了跟翔哥匹配的机会。有算我的吗？应该不知道。第七名，刚刚我看他直接，又是我，在第四圈的时候栽在 J 后面 ，J 失误了，我趁机超车，刚过就被顶到一下，两个人都打横。哎呀！还好后面的两台车顺利闪过我们。第六名，第76圈，我的画面。前面是才刚跟翔哥碰在一起，马上又在没多久之后旋转，啊！我撞了，撞了！小姐，我旋转了，我被撞到玻璃破。转得好，转得好！玻璃破了，完全丧失机会了。第五名，进圈29圈的时候。一个换挡速，变速箱变红。对。快不起来啊！就胎压打太低。又一个换挡失误。变速箱坏了，无法控制，直接撞墙。糟糕，变速箱坏了。耶，给他换。只能重回 pit。快点坏光吧。刚是继续继续。这个回的地方还算运气不错啊，刚好过终点的时候才爆。我们来了，地群，地群我们来了，地群损失算很少。第四名，哎呀，第67圈的地群，虽然前面爆过一次变速箱，但还是在第一名的位置。然后变速箱又，再次损毁。哇，又撞到了，真是太棒了。太棒了！这一次离 Pit 有点距离，能够滑得到吗？再撞大力一点！成就，把我推进 Pit！ 三秀紧急闪过！你要过，怎么跟在后面？看起来是有机会哦。我因为损毁，但还是可以提供一点点动力，没有到完全卡住。变速箱又爆了。嗯，进群第二次爆变速箱，看来第一名已经无望了。经过20几秒的维修，进群的变速箱还是无法动。变速箱不能修哎。也没有办法使用选单传送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但就这样子退赛了。非常的惨。第三名，顺熊视角，82圈比赛快结束了，追上红哥套圈的状态，被红哥碰到，旋转，后面的我也撞进去了，我倒退的时候又撞到罗伊，把罗伊也顺便弄进去，
把罗伊也推动进去。好，我罗伊还算我坏掉了啦 ，OK 的通过。你哪里坏掉？你哪里坏掉？我方向盘打不正了啦。我们从红哥的视角再看一下。哎，不是我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没整进去。好像，撞成一团了。把罗伊也顺便弄进去。把罗伊也顺便弄进去。我好像看起来是沈修太早关门了，罪魁祸首啊！你哪里坏掉？你哪里坏掉？我后面破玻璃的我。后面那个。是我啦！我原本想从中间钻过去的，可惜失败了。被卷进去。哎呦哎呦！怎么这样子？这边是怎么回事？这边大撞车。把罗伊也弄进去。把罗伊也顺便弄进去。好。我坏掉了啦！然后我这样子捡到第四名。坏掉。我方向盘打不正了。又超过了善修。哇！你们在正式比赛玩这种吗？超大车，谁抽的好刀？为什么我可以从中间钻过去，就还是撞到？今天是正善还是欢乐飞啊？欢乐飞，欢乐飞！哦，原来我搞错，我以为是正善嘞。这就是你的方向盘好歪哦。正善是昨天啊，昨天比较认真。三兄，不要。我们前一天玩一个小的，我记得我也有录下来。他说：“手刀都给他隔一个月了。”我已经，我有回油门让你们两个过。知道为什么那个屁股去找到吗？再看后面小路看，车祸现场。哦，假杀！还好像。把罗伊也顺便弄进去。把罗伊也顺便弄进去。好，我坏掉了。甚至回来还在撞，还在撞一下。你哪里坏掉？我方向盘打不正了啦。这个是 Alex 在跟后面了。把罗伊也顺便弄进去。好，我坏掉了啦。你哪里坏掉？你哪里坏掉？我方向盘打不正了啦。Alex 还是顺利通过。第二名，红哥在第十四圈，后面的 YY 从内侧超车，对啊，直线速度比较快，逐渐超过去，超车成功，来个关门，马上下车，结果被撞飞出去，旋转了好几圈，后面的车也追撞，圣修中奖，红哥也打横，旁边的叮叮叮，那个 Alex 叮叮叮。也、yeah, 还好。再往后，圣修，圣修气头从左边通过，被弹回来的歪歪击中，撞上墙，歪歪再一次旋转，哦，又击中后面那台车。哇，伤了一团。我也中。后面这个是我。歪歪为什么会突然？圣修选左边，歪歪的旋转。再击中我。哎，从我这个角度看起来，击中了就不是这么的大力了。真的假的？换 Alex。好怕，我也中了。Alex 夹在我跟圣修中间，企图从右边过。闪，闪一下。结果红哥再一次被歪歪撞到，挡住了 Alex 的路。第一名。对了，前面都叠在一起。这一群。不要这样吧，就直线了。这群领到第一名的歪歪，歪歪出去，我、哦、后面撞成一整团。再往后从罗伊的视角看，前面顶到没多久，马上罗伊又被旁边顶到，才撞上被顶出去的歪歪，造成更严重的车祸。哦，歪歪也太惨了吧！幻想哥从右边看到一条生路，闪过去。这样的情况下能判断生路也是太厉害了。在后面的圣修就没能成功了，直接被挡住，完全停下来，损失惨重。难过
过，闪过。再往后一个我。哦，闪过。我来的时候车祸几乎都解了，但我还是撞上歪歪。真的扭在一起。可怜的歪歪又被撞了。再往后 ，Alex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真的扭在一起。Alex 到的时候车祸已经解除了，安全通过。以上就是我们第四站的失败片段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帮忙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。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